这是一片被硫酸污染的海域，天空中时不时的就会下起酸雨。想要吃海底打捞的鱼，必须经过高温消毒。那么我能在这样地狱难度的世界里存活几天呢？ 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的椒盐娜娜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世界的啊，真的是绿色清新小健康呀，太绿了吧这也。那现在我们就出生在了这个充满硫酸海的岛屿之上啊。我手上现在什么也没有啊，背包里也什么都没有，这让我怎么玩啊？哎，这里有个很奇怪的草方块，我们撸撸看。哦，居然它可以重新刷新啊！好家伙，无限单方块空岛生存是吧？我们就这么一直挖，挖出来的方块呢，就是帮助我们前往其他岛屿的建筑材料啊。周围离我最近的岛屿在哪里呢？哎，这边有一个石头岛啊，我们就先去这儿吧。哎，给你们看看我的什么顶级蹲搭啊，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节奏和效率啊就会更快。哎呦我去，怎么直接就掉下去了啊啊啊！快放我上去！完了上不去呀、啊！不行，我去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毒性太剧烈了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只是被魔法杀死了。好吧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世界呢充满了非常多的未知和岛屿啊，那一期视频肯定是探索不完的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生存系列的玩法的话啊，一定要记得差年呢充一半，我们就开坑这个硫酸海域生存。哎呀，这边刷了一个箱子出来，让我看箱子里有什么。哦，我去，冰啊，传说中的固态水，这下子的话我们就有好的水源了。好，那现在的话我们直接继续向前推进啊，搭到这个小石头岛屿上。哎，我们搭过来之后发现中间有一块石头啊，难道这个石头也是可以给它哎无限挖的吗？我们来试一下。哦，果然这个石头也是可以无限采集和挖掘的，相当于这是白送我一个刷石机呀、啊、兄弟们。哦吼、哦、哎呦，怎么把这个平台给它挖坏掉了？哎，石头咋没了？这刷石机是有限的呀，才给我刷了16个石头就没了。我不确定这是 bug 还是就这样设计的。那现在的话我们赶紧再抵达下一个地点吧。啊，你们看前方这个岛屿的左侧啊，有一个海底隧道啊，然后通向另外一个岛屿，这个岛屿非常值得我们前往啊。我们先往那边搭了，资源不够了就继续回来收集方块啊。又有一个箱子，那看来这个冰的数量还挺多呀。我们现在哎，那咱们把这个冰敲掉好吧。哦呦，直接流出非常这个纯净的水源。哎，我去，什么情况兄弟们？难道这个冰块它居然也被污染了？可还行哦，它是绿的，由于这个大晚上的可能看不太清楚。完蛋了啊，我这手上拿了4块这个硫酸冰是吧？这好家伙。好了，那现在又到达白天了，我们是时候呢再继续向前推进了。不容易啊，我们终于直接抵达了我们所到的第3个岛屿啊。这边呢是一片小树林啊，有大量的原木资源提供，甚至呢啊上面还有一些铁矿石。哎，我们上去挖一挖。赶紧啊，我们把铁锭这样的稀缺资源给它收集一下。哎，我们爬到了这个岛的最高处，哎，发现一个箱子，直接获得了啊这个什么东西，有一把弓，还有19发神龟之箭啊，还有头盔、裤子和哎宝剑。现在我们有了武器啊，可以选择在海边打打鱼啊。你别看这里全是浓硫酸啊，你这小鱼这是变异了吧？居然可以在这个硫酸海里面啊生活啊！那让我来帮你解脱一下吧。哎呀，这，咱们赶紧的，趁着还没死的时候，赶紧多打点鱼，打点鱼，打了这个叫做生血鱼啊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血鱼上面居然是长了这什么东西，绿油油的东西啊。好，哎，那我们来尝一尝这个血鱼的味道如何？喵！哎呦我去！
想到在搭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出现了瓢泼大雨啊，而且是有剧毒效果的酸雨啊，我去，我们看鞋带完全就撑不住了，直接被浓硫酸活活烧死了，我去。好吧兄弟们，这个生存看来还是非常具有难度的，我们想探索完全世界的岛屿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啊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对这个生存系列感兴趣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啊长按点赞冲一万，我们就立马更新下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